一季新平台首秀，一诺数据夸张，68000的活跃观众在某牙仅次于张大仙，并且55万条弹幕更是冠绝全网。看来一诺的人气依旧是顶流级别，另外九成的人气也排在了站内第五，除了前两名之外，也就仅次于德华。一诺和 A 级全队在首秀当天直接刷爆了站内的热搜榜，除了第一名的大仙之外，几乎全都是 A 级成员，可以说是牌面十足。前来祝贺一诺的 KPL 圈内好友也很多，一征、花海、Fly 都没有缺席。暖阳在备战总决赛之际，也不忘来给好友送一波大礼。是暖阳吗？决赛加油，决赛加油，加油加油！干翻蓝队。我说一个点，4-0，重庆狼队，直接拿一个 FNVP。另外 ，A 级的节目效果也是一流，尤其是玩起了无 CD 模式，全场都是欢声笑语，简直不要太欢乐。这个，快，打死了，都是他，马上上麦了，我上麦马上出来了，搞点钱，快出来了已经，你们躲后面。快一诺入选了亚运会集训队，后面可能没有太多的直播时间，想要看一诺的粉丝们只能抓紧最近这段时间了。